出门就是很邋遢，见人也不太礼貌，也不太，对吧？比赛时候会抓头发，平时训练都不抓头发。像平时训练多一点，可能就穿运动吧，穿着也挺舒服的。逛街随便，就休闲一点。之前那个你还不习惯让他们给洗衣服。对对对，之前你不说那啥吗？你说阿布自己洗，说阿布说他们老板会生气。是他问我说为啥阿布不把衣服拿来给我们洗？我说他习惯自己洗啊。完了以后他就你给他拿衣服给他洗，他怎么说？对，我那天见到他，我就说，因为你跟我说完了嘛，我说我去找他洗，我就放那个袋子里，放门口，然后正好看见他来收衣服，我说哎，我说喂，我衣服放这儿了，然后他就哇，这给我竖大拇指说哇阿布你终于那啥了，我说对，我说我这衣服可能有点多，我说一两天我没搞清楚规则，然后都在这腿上，他说啊没事没事没事，啊行你给出来就行了啊没事，以后你知道就行，我说啊 OK。有时候脸都不洗，拿衣服，然后看一眼手机，上大巴，有面膜不一定就是臭美啊，脸太干了，有没有？在座有几个男的用面膜？他用，他女朋友逼着他用，他用。原来感觉在国内，大环境嘛，然后你再出来来美国之后，你看的更多，你会看到这么多优秀的球员，他们比你还刻苦。然后在场上为了一份工作，挣的比我还少很多，还没有工作。然后我再想想我自己是多么幸福，多么幸运，能有像 CBA、像国家队这样的舞台，然后就是挺好，挺不容易的感觉，对，特别幸运自己。说我的梦想可能就是，进一下校队就行了。进到校队之后，想看新疆队打球，想进新疆队。到新疆队之后，我记得我签约那天，他说："哎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"我说："就是进广汇。"他说："不是，他说你得往国家队再走。"然后到了国家队之后，就还更想往上走，就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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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勇士的衣服，就感觉挺不真实的吧？感觉。当时我就先坐在地上了。哇，教练人太多了，包括还有训练师、体能师就两个，带球的就也两三个，这就四个。然后，对对对，管装备的，然后就是每天给你发安排的行程安排，洗衣服的，大巴、保镖，整个团队加起来也十几个，比队员多。然后也就是来保障我们这些每天的衣食住行、吃喝、训练、生活。昨天第一个比分也挺接近的，然后昨天也不光是就我一个人没上场，正常一支球队，你像打比赛也是八九个人轮换，然后昨天差不多也是八九个人轮换。不是很悬殊的比赛，然后需要一些主力在场上去保持这样高强度的这样注意力啊，还是体力啊，还是什么的，所以。对，而且我一个报到时间也比较晚，所以还是能理解。他就让我 be ready，就让我准备好。对，他也是说，不光是对我，还是对所有人，包括回到更衣室，他说大家都要做好准备。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上场，你也不知道场上情况随时会发生什么。对，可能我在上场可能会就是更适应吧，然后无论是在时差方面、身体方面。对球队的融入，对技战术的一些理解方面，会做得比地上更好。之前沟通过，他希望我在这好好打，他在美国太孤单了，让我陪他。
看机遇吧，还会我是想先把就是夏季联赛这任务先完成好，然后后面可能还有国家队的任务，然后再看一下下一步的安排。肯定，还是很大的几率，可能还是回到新疆队吧。NBA 之屋，就是说他新疆队那个房间，只要住过一个赛季的，都去了一遍，去谈这个，是吧？后来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，我压力特别大，咋也得去一下。我觉得还心态上放松一点吧。对，没有什么太大压力，你无论在哪里都是打篮球而已。对，可能你在每支球队担任的角色不一样吧，可能你在勇喜欢鞋，对，我来训练，天天换双鞋，以为我是富二代，然后他们就问我，韩国你今天又换啥鞋了？他们每天就跟我开玩笑，就看看第二天阿布会训练会穿什么新鞋子来。对，我说我 sneakers， 我叫 Cooks，X Cook， 对对，澳大利亚的，跟我关系。然后我们俩脚一样，我说我送他一些鞋，他特别开心嘛，对，然后跟我俩称兄道弟的。对，要不我那些鞋也带不回去，我准备就跟我这些队友分了。还是属于潮流打扮才香的，主要靠颜。主要靠什么？靠颜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绝对的。这是我上一场穿的，这是汤姆森的鞋，安踏，国产 ，Made in China， 挺好的，穿还挺舒服的。然后，湖人民宿，朗多的鞋。然后希望他下赛季能在湖人，能跟勇士抗衡一下。梦肯定是在，没有梦想就跟咸鱼没什么区别。有点紧张。